二哥到了吗？到了。哇，好久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了。对，家人们，这个地方熟不熟悉啊？我来到了大凉山，然后呢，阿紫的奶奶啊，之前我在这边待着的时候对我特别好，然后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奶奶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特意上来看一下奶奶。一个奶奶带了一些东西来啊，我跟吴总我们一起来的。来吧，把东西搬过去吧。走吧，走。哦，这边有点冷哦。好冷哦，下雪了。这里海拔2000多米。家人们，感觉来到这个地方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有点怀念，不是有点怀念。你就不在这两个人。对，这就是阿紫家。今天带你来到阿紫家老家来玩。奶奶在家吗？里面坐吧，坐。坐吧，来，坐。好，奶奶你坐吧，你坐。坐吧，奶奶。来给奶奶开一瓶饮料。奶奶，我给你买了一点吃的。哇，我今天得了人病。坐吧，你坐吧，奶奶，坐吧。那我给你两个。奶奶，好久不见哦。好久不见哦，一个人我吃饭吃的。来来，这个。接待我开心吗？啊，我开心。应该都记不得我了吧？是不是上吊？应该都记不得我了吧？记得。好久不见了。记得你哦。我是阿贵。哦，你是阿贵啊？走，好，没事。这个是你们家过年桌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赚什么了？哦，这边是过年桌。您吃饭没有？还没吃啊？还没吃啊？不吃了，这边你们吃了吗？买点吃掉。七点半。对了，叔叔那边有没有在家吗？叔叔，去打过去了。还没有回来啊？那阿紫的小妈呢？阿紫的小妈也去打工了吗？我是去外面打工啊，就这边附近。锦鲤可大了。那个是我和小妈在附近玩的。阿伯，我煮饭了，跟你们吃。不吃。阿丽，不吃。我们不用那么辛苦，就过来看看你们。阿伯，这里还有面条，对。还有油，对，这些你们平时炒菜，这些都是老人家可以吃的，对，都老年人都可以吃，不用，我是想跟阿紫小妈聊天，但是应该有点忘了。对，十一二点钟对吧？要不我们就早刷一下，等他嘛。可以可以。等一会儿阿紫小妈回来了，我又容易把她回来一次。对，我们想跟她聊天，增加我们心里话。奶奶，我跟说。我希望呢，就是我认你一个干奶奶，因为不管阿紫我们两个怎么样，你就是我有脸的奶奶。是啊，我们俩是正直，因为你以前我在这边接触来，你们家说的时候你对我特别好，所以我永远都记得。
姐吗？啊，你放心奶奶，就是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帮我是干孙子，然后我有时间了我都会来看你的，是啊，就是每一年我都会来看你的啊，奶奶，祝你身体健康就好啊。这两天你要多穿点衣服，天气有点冷了，不要感冒了这些。